又没了，跟个盖儿似的，杠杠的，跟个盖儿。你这对了，帽给钱吗？对吧？杠杠也。别瞎帽啊！帽给钱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小时候啊。我们老爷子一洗脚就拿那个剪子给我刮，可能就是那个原因。我那么好，你倒嘛倒啊？嗯，拉木头了吧？有人给你刀进去？秀就行了，秀就把我。玩造型了，哎呀，故意玩造型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天，快点，刀要面不是不？来吧，这个兔，这个那个的酱来起皮儿了，你看多厚。大哥是以前干徒步的，这从这我告诉你，我这也要拉个车呀，妈的。你都不用穿鞋，对吗？我不是穿鞋不穿鞋啊，就说，你看我这徒步走，你看这脚底爱麻的，绝对相信，对吗？那个马一会儿给大姨就是修完之后洗完之后拿小撮给撮着脚掌，嗯，脚底。这个脚垫没治，这个没治是吧？就是。